南风送爽，桂香飘满楼，又到中秋徐府王切坛西交口，礼不偷闲信阿婆，与好弟交啊耶，空有那殿下，你睇，樵夫砍柴在山里游，牧童骑牛江边走，如意水中戏，少年唱枝头，大好天圆今秀啊！殿下，你睇好大条鲤鱼啊！啊，你看他摇头摆面，多自在自由啊！哎，你呀、你承袭福王，身为皇亲守，又在顽皮好耍，若然后，殿下请恕弟无失啊。来时再写些什么去处呢？启禀殿下，这是为阁老的二老别墅啊。哦、如此何不进园看看？殿下，为阁老的别墅又怎能为得起御花园好玩呢？不如我哋钓鱼咯。本宫仲系喜欢听琴。咁啊，咁你听你的琴，我还是要到江边走走。好啦，来时。在你等先随福王而去，本宫再次稍作逗留。知道，殿下，请，请。哎呀，妙啊！唱如流水压坑云，双臂将军威力坚，又似对飞叶细倾啊情。飞如林那歌，一数烟，那位高手龙师同。琴韵亦那样，堪赞时。庭中一礼，伊人相掩活，莫非我行啊？
舍，你不用惊慌，本宫乃太子文熙，途经荒原。你是太子？言耶。都是眼前奇遇仙女，原来贵手龙巧琴弦。只觉她容貌熟悉非常，记不清何时曾见面。勿在此信口胡言，何曾有半点胡言？本宫祭天归来，途经荒原。不知殿下降临，请恕碧娘冒犯。哦，碧娘小姐言重啦。是小姐美妙的琴声将本宫引信远来的。哦，原来殿下也爱弄琴弦啊，咁能否操上一曲让碧娘领略领略呢？哦，如此本宫就此弹上一曲，还望小姐多多赐教啊。岂敢岂敢，人啊望小姐赐教啊。请问殿下，此曲可是谁先操啊？哎呀，小姐果然是知音，此曲正是伯牙所作之《谁先操》啊。如此殿下可曾到过东海蓬莱岛呢？未曾到过。咁伯牙学琴嘅故事，殿下你又知否呢？本宫也曾听过。哦，当初他为学琴百力尽百般苦，琴艺未精。龙曲不比凭谁估，自遮功法无人教导，唯放师走上漫漫路。山清水秀苗难忘。
心胸开阔，兴事高，以心声吐出这岁月仙草。令关公如梦初苏，他分明这等人从中开道。曲情融汇，韵味才浓似顺路。小姐高论显奇才，文戏受益殊身。不胜仰慕，岂敢，小女子不过班门弄斧而已。能者为师，应请教，望小姐收我为徒啊！小姐，骤然望见他两颊红晕衬，手挟剑开添风云，十八年从未有一为妙龄女比得他这般动人，今日奇逢有赖琴金相思人，论罢众星响阵阵，辞催人回无分近。本宫未舍离开，心思欲相对俱寂寝。殿下。哎，殿下，启禀殿下，何事？福王请你回去，你等先到外边稍候，本宫随后就到。知道。小姐。人生难得一次机遇，今日邂逅天赐人，当向父王奏。
扮，迎娶碧娘进宫行。在上正我心，闻稀缺不负佳人，护身明珠作礼品，那令我情永坚，琴声牵线玉珠为朋友。